21岁周慧敏赖露白嫩铅笔腿，网狂赞完胜20岁少女。周慧敏的一双白嫩铅笔腿，让很多20岁少女自叹不如。图番摄自周慧敏主义工作室微博。周慧敏赖露美腿，图番摄自周慧敏主义工作室微博。周慧敏年初举行30周年演唱会，图番摄自周慧敏主义工作室。51岁玉女掌门人周慧敏保养的仪，完全看不出年过半百。今年初她开始举办30周年巡回演唱会，人气丝毫不减。近来网上更疯传她几组演唱会照片，除了冻龄脸蛋吸睛，一双细白长腿更是让人赞叹连连，直夸她根本完胜20岁少女。周慧敏今年初从香港为起点，举办10000片黄爱为老周慧敏30周年演唱会，还到海外巡回演出，女神魅力依旧。她所属工作室就在微博 PO 出现场照，只见她其中一套服装是粉色短裙，露出零赘肉修长铅笔腿，优雅体态看不出已是51岁，逆龄模样引来网友狂赞，她是吃防腐剂过活吗？51岁了，怎么还能如此少女？20岁出头的我觉得愧疚。岁月偏偏厚待了她。玉女掌门人名不虚传。不老女神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参考来源。